哇塞，我这停下来了，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就刚刚有一个粉丝给我打电话，说我有一个视频播放量达到了1.8亿啊，然后我打开手机，真的是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，给你们看一下，就这条视频，就是说不知道是不是系统出故障了，1.8亿的观看次数了，吓死宝宝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瑶瑶。评论这么少，应该是系统出 bug 了啊。就是啊，继续出发啊。20块钱。我现在到了我那个朋友的这个附近了，他都已经饭做好了。这是一个驾校，我那个朋友是跟我一起玩户外玩了好多年了，我们认识了大概有7-8年的时间了吧。我现在已经到了中山市了，然后这边温度是24度，我把车停在这里的，然后我那朋友马上来接我。给你们看一下哈，以前跟我一起就是四姑娘山、七丈沟，好多好多地方都是我们一起去的。他也特别喜欢户外，然后他后面就一直来广东这边了。好热呀，你看都穿短袖了，这小哥哥打个招呼。这靓仔有点懵逼，遇到了社牛。哎，你怎么还这么瘦啊你？你看我现在胖啊，累的。你看我现在胖的啥样？其实我还是最近出来瘦了一点了。你还好啊？还好吗？你是脸胖主要是。哎，对对对，但是出来瘦了一点了。哎呀，好久不见，我们两个也好久不见了哈。嗯。上次来是16年，现在都23年了，6年。因为我儿子6岁。哦。知道为什么吗？我当时还怀着。你就是我朋友给他儿子说，明天有个阿姨要过来，是不是？对。他说我怎么不认识呢？哦，他想起来还在肚子里面。你看我朋友穿的拖鞋这边。你好，阿姨。你好呀，小朋友。哎呦，糟了糟了，我今天忙完了。哎呦，忘了买东西了。哎呦，不用。做了什么好吃的？煲了汤。对。排骨、海带、玉米汤。哇塞，看着很好哎。你看我朋友好瘦啊。我们认识了多少年了？我们应该有没有10年？没有。13年认识的，差不多哈。而且我们两个都是在户外店工作，然后就是都特别喜欢户外，经常会约在一起的。然后他现在生了小孩了，然后就很少有时间出去了，要上班。然后这次我不是说要走那个明察察吗？他也想走那条路线，要不然咱们一起吧。那是不是正好是想干了？一起，我就是正好插个背儿，我们两个一起。开什么都打。没事，我开车，你在旁边拍风景就行了。你看好贤惠啊，你是不是很贤惠的样子？快2岁的宝宝了，果果，小果果，要吃玉米吗？来，阿姨给你拿。阿姨，你看着好年轻啊，阿姨。是吗？嗯。看着好年轻哦，跟你爸爸很，这这样说我好开心呢、啊，真的呀、啊，真的。嗯，我上次不希望别人说自己年轻呢。我上次是6年前来过的，你还记得我吗？记得呀，怎么会不记得？真的，这么久的时间了。嗯，双椒排骨，还有这个玉米海带排骨汤，还有这个是盐焗鸡是不是？还是什么？这个白切鸡，白切鸡。哦，我来广州还没有吃白切鸡，好多网友跟我说啊。几个去爬那个七丈沟，被饿的，你还记得吃饭吗？这样子吃的。他背两根萝卜，背了一整天，最后没吃。然后我们出来吃饭是这样吃的，这样子大口大口的，就是一路背了两天，然后我们走光了走出来了，没吃。哇塞，我第一次看杨桃水，真的看到没有？杨桃那里有，啊这里有，我是第一次进杨桃水，这上面也有。哇塞，你看这个杨桃，第一次吃一个杨桃，你怎么那么贤惠啊你？生活手臂、啊。我要把那个边边角角给它削掉，是吧？那么好吃、嗯。一般来说，如果是好看一点，你就把它切成那个一片一片的蘸白糖。哦。但是这个味道可以，这个很甜，就不用了。但是没有那么讲究，你就直接啃吧。嗯，这口感好，酸酸甜甜的。这边还有好多花。这里有一棵大大的杨桃树，上面都还有好些杨桃嘞，第一次见嘞。就是这个杨桃只能在广东这边，然后才能长是吧？就是我四川也没看到过，好像是。给你们看我平时是怎么拍视频的，就这样子的，拿了个手机，这个一个稳定器。楼上还有一个菜园子。哦，走，菜园子。这个菜可以吃吗？这个是豇豆是不是？四季豆吧。四季豆。
这是于伯伯他们家门口有一棵杨桃树，哇塞，那还有一棵熟的，那有一棵熟的，你看地上掉了一个在地上，这个熟透了。好，把车停在这里了，到了这个泡温泉的地方，一地两全。哇塞，好多，好久好久没有泡温泉了，上一次还是花姐，就是好久好久了，花姐带我去泡的，我没有带泳衣，我就穿个 T 恤，穿个短裤。哇塞，这个地方我很喜欢，人少又安静，鸟语花香的，嗯，很舒服。听到鸟叫了没有？泡了一下，我现在已经天黑了都，然后进去洗澡。现在是几点了？现在7:30。七点半，我们出来了，从下午的2点过，然后泡到了晚上，好舒服，我感觉我轻了2斤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咱们明天见，拜拜。